贵人，您看这熊皮袄，羽箭从眼贯入，上下丝毫没有破洞。这一件大青山的青鲤尾，这可是少见的好东西啊！还有，贵人，您看，这个可不得了，黎家兄弟捉了这只火狐，这身皮毛。 可是活生生扒下来的，瞧这色子！活取皮毛，小先生不曾觉得过于残忍吗？残忍？哼，这几个要吃人的时候不残忍吗？就说这只火狐吧，它挖食了六个孩童的脑髓，连我的孩子都被害死了。活剥它的毛皮都是青的。 还只嫌对他不够残忍，却是如此。一抱还一抱，应当残忍。妖就是妖，饿了吃人那是应当的。你怎么能恨他们？妖就是妖，永远改不了本性。对于妖，你们人类就如同岸上的猪羊，妖吃人，有何奇怪？ 千机引魂，你也就这点用处。